无非就是老公孩子逗小三儿，早中晚饭鱼尾纹。哎，你还能再损点吗？我说的是事实吗？有的时候会在导演喊停了之后，还是希望以戏里的那个人物关系来拉近彼此的距离，所以有的时候像昨天他会说，我在现场经常冲他哼，就是有的时候是一些开玩笑，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来让人物关系建立得更快更真实。你年龄比我大一些，但是在学校的时候我是96级的，他是再小一些的师弟，所以有的时候特别逗，到了现场的时候他就会叫师姐妹妹，然后我就会叫师弟哥哥，是这样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